胜哥有没有好看点的？胜哥，推荐一下有没有好看点的？娱乐天地，娱乐天地分类。哎，没得看，没意思，不看了。真没看，没找到进入新世界的地方。我根本就没点进去，好吗？不要尬黑，我想这么快呀、啊？闲着模式吗？那也太快了，找到了也不告诉你们。星宿舞蹈，明白？完事儿了吧？我操，进来就是一句完事儿了吧？我直接关掉，太巧了。什么？还有主播会跟你们一起看的？这别急，等一下一起看，这盘打完的。急啥？又不是不给你们看。别急，打完就能看了，急什么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知道吗？来了来了，打开网页，直接说，第几排第几个？1-3，2-4，2-4。我不开心，我不想拍手。算了，不想看，来听歌吧。没事，我自己看就行。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没意思，没意思。真没掐毒师，我真关了，我给你们开屏幕了。怎么可能？没那么快的，那就不可能那种，就不可能3分钟就好了。什么闲者时间又在这瞎叫？开摄像头录手，录手有什么用？直接录那个吧。啊，物资 I， 我需要站起来欢呼吗？没必要吧，太做作了，太假了，这样没必要的。这有个弹幕说不用全站起来，下面站起来就行。真的有这个弹幕，真不是主播编的。这人有病吧，有 UZI 他不找 UZI 问，他问我。只要我跑得够快，手都在抖，别点了，这力得过分了，这把完美，这盘是今天最快的一盘，太猛了，下路刷着刷着就赢了。没事，小哥他们都说好听。哎，跟枣子哥玩太紧张了，手都在抖。15分钟推完了还坑人，哇，恩咒贼，哇，这么巧吗？哇，我也是这种要求，我也想。越南人确实很可爱，有一说一。